我此次前来，是为了办点私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吃完了，先走了。 云月，你我必定会沙场相见，躲不掉的。到时候你不用再顾及我。静儿，平心而论，如果他日我们真在沙场相逢的话，你会砍下我的头吗？ 我不会杀你，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击败你。是吗？可我做不到。人生在世，如身处荆棘之处。 心不动，则人不妄动；不动，则不伤。如心动，人则妄动，伤其身，痛其骨，身受世间诸般痛楚。不动，则不伤吗？ 还没有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要派人去接应他们。还有，你带来的消息属实吗？嗯，我皇兄带兵前来，消息可靠。七哥一直在和宇文月联络议和之时，他带兵前来定有蹊跷。 修理山建了阿楚，没错，修理山的探子刚送来的消息准确无误，就是他。报，报告殿下，大卫齐皇子元彻带着大军朝着美林关来了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殿下，末将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，别说没用的。 楚大人现在对我一直颇有成见，而现在他对您也是心有怨言，有些事情您不得不防啊。阿楚不会的，但是您能保证宇文玥没有这个打算吗？你想要说什么？殿下，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干脆拿下宇文玥。他既然敢来。 那就别想走了。最近他在美林关折损了我们不少人手。
如今他深入我燕北，进行刺探，其居心不言而喻。美林关被他经营得要粮有粮，要人有人，各种的军需武器一应俱全，甚至大魏的皇子也领兵前来为他助战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燕北危矣呀！殿下属下知道您和他有些交情，但是两军对战，不能谈感情。 您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犹豫，都会有成败上千的燕北子弟为此付出性命，所以属下希望您能够以大局为重。传我令，集结所有最精锐的燕卫，截杀宇文毓。诺。 皇兄，你为何带大军前来？我接到宇文毓的密函，说燕洵非但不愿意和谈，还准备再次兴兵进攻大魏。有这样的事？这是他亲笔所写，不会有错。皇兄，宇文毓信中所说真假未明，你贸然发兵的话，不仅会生灵涂炭，议和也将会化为泡影。此事不能再拖了，我必须进城。去。 皇兄，不能去！你给我让开！你到底让不让？不让！让开！ 殿下，速随我进城！撤！都给我站住！ 我是皇上亲封的燕北王，也是大魏的十三皇子，你们想攻打我的封地，师出谁名？十三弟，为兄要讨伐的是反贼燕洵，他割据燕北，也不愿意接受议和好意。若再不评判，那我大魏国威何在？皇兄，燕洵谋反之事事出有因，如果我们放下身段。 先为燕家平反昭雪，再行和谈。那时他还不同意的话，皇兄再发兵攻打也不迟啊。十三弟，你为何要处处维护那个反贼？是不是在这里待久了，让这燕北的风给吹傻了？你还记不记得，自己是袁家的子孙？这个反贼差点攻破长安城，数以万计的百姓遭到无辜杀害，就连袁琦也在洪川城殉国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不曾忘记。 那么，九幽台上难道就没有燕家的冤魂了吗？燕北大地上难道就没有无辜百姓的冤魂吗？皇兄尚且对亲人盟难刻骨铭心，那百姓们何尝不是？燕洵又何尝不是？笑话！区区反贼之命，怎可跟我皇族相提并论？人命之重，不分贵贱呀！皇兄。 当我失去这条手臂以后，我才明白那些断肢残体的人是多么的疼，多么的绝望。你可是一场战争，会令多少人失去肢体或生命？皇兄，十三弟求你了。 撤兵吧！你若执意阻拦，你身后的铁蹄就会从你身上踏过去。无妨。若能断了你杀进燕北之心，让洪川城的百姓不用受战争之苦，我任你踩踏。若是。
若是当初父皇未采集定北侯，魏屠城灭族，又怎会有今日的处境？明明是父皇错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视而不见呢？我绝不会让这个错误延续下去，让天下苍生为此受苦。 他们跑了，对，特意给他们留了口子。那宇文玥对地形极为熟悉，而且他们人少机动性强，一进林子就没了踪影。殿下已经带人去追了。您现在马上回城，派兵去修理山，说秀丽君私通敌手，要拿楚乔辉轰穿城问罪。将军，若是殿下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的命不重要。 若是他日魏军攻来，殿下必死于宇文玥之手。什么停战议和，全是痴人说梦。欲成大事者，不能儿女情长。只要楚乔在一日，殿下就下不了伐魏决心。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，楚乔的心并不在他身上。另外，通知周安，交给他的事情可以去做了，让他安心上路。燕北不会忘记他的。我倒要看看宇文玥知道了，还能不能安心的离开燕北。 公子，这个人是从附近抓获的，他说要见公子，有要事相告。宇文将军，我是楚大人的部下，秀丽军统领周安。我家大人命我来，有要事向您禀报。秀丽军的统领，不是贺萧吗？贺萧统领已经战死，如今由我接替他的职务。我家大人说，将军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不管你有什么事，请你马上离开。 秀丽山一带布满了黑鹰军的人，你们冲不过去的。他在瑶山为你留了个口子，如果你相信他，就从那里离开。殿下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，再不走，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你家大人出了什么事？还有，贺萧统领为什么会战死？我家大人只吩咐我说刚才那番话，别的是我无可奉告。 你说了这么多，却没有一句重点，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？老实点，别耍花样。殿下知道将军到了燕北，也知道你与我家大人见了面。
殿下让大人杀你，我家大人不肯，还派兵阻止成员的人马来杀你，和黑鹰军动了手。将军，你就快走吧，不然我们秀丽军的兄弟就白白牺牲了，还有贺萧统领也白白牺牲了。你家大人现在在哪儿？我走的时候还在和黑鹰军的人厮杀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话我已经带到了，但是却说多了，违背了我家大人的意愿，也没脸再回去见他了。将军，你就快走吧，如果这次上天保佑你二人能平安脱险，希望以后要么永远不要再来见他，要么就把他带走，再也不要让他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了。公子，此人的话不能信啊。昨天得到的情报怎么说的？黑鹰军兵分三路前往阴北腹地，方向是秀丽山一带，从洪川到秀丽山沿途各郡县都设立了路障，民兵出动，行动频繁，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很可能是燕洵故意布此一局，想引我们自投罗网。如果真的是燕洵所为，这个人既然能找到我们，那燕洵自然也能，大可引兵前来，何必设局呢？也许是有人想借燕洵的手除掉公子您。哦对，可能是美灵官赵匡的部下，他们一直对公子您怀恨在心，也许他们一路跟踪我们到燕北，然后再将情况告诉燕洵。也有可能是燕洵的部下那个程渊，还有可能是长安城里的人。是啊公子，此事疑点太多，属下也觉得蹊跷。倘若是真的呢？十有八九是假的，而且应该是有人故意设局引我们掉入陷阱。那另外的十之一二呢？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总要看看他才能安心。公子，楚大人，洪川城送信来说我们私通敌手，泄露军事机密，要拿楚大人回洪川城问话。是燕洵下的命令吗？没有手令，只有口谕。送信的人是谁？来人说是黑鹰军的人，但我认得他，是程渊的部下。把人给我绑了，带上二十个兄弟随我去洪川城。诺。誉王殿下，殿下你也别太忧心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宇文玥有消息了吗？皇兄呢？我们获取的情报有限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襄王殿下的大军在距美灵关五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了。我猜测如果岳公子回不来，他必率大军扫荡燕北。我真没用，仗真的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如今北有蛮人进犯，又有大梁虎视眈眈，大魏分崩离析，天下又变成了当初的那个乱世，百姓们生灵涂炭，这都是我的罪过。殿下你放心吧，岳公子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有办法。也就指望他了。大人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燕洵他疯了，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我。
是宇文玥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带着修帝君去往美灵关方向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好，所有人向我来。是。撤。撤。严雪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宇文玥呢？他已经被我射杀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大魏的军官偷偷潜入我燕北心腹之地，我杀一个大魏军官有何不妥？阿楚，在你的心里，整个燕北和我就不及他一个宇文玥。你可以杀他，你可以在沙场上光明正大的杀他，但是你怎么可以利用我，利用他对我的感情？我和他有言在先，他日沙场相见，不必留手。阿楚，我身为燕北之王，很多事情我不得不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？屠杀我的战友和军队，逼迫我废弃我们的理想，驱逐我远离中心，怀疑我，利用我，不信任我，监视我，这些都是为我好。我只是想保护你。这些就是你所谓的保护？阿楚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些年你爱过我吗？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算不算是爱，我只知道我在意你，关心你，我不能容忍别人伤害你。我以你的梦想为梦想，我把你的家乡当成自己的家乡，你的立场，你的安危，你的得失，就是我这几年来心里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跟你一起回燕北，看到你平安回家，心愿得偿。我失去亲人，失去记忆，这些年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你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但是我现在却疑惑，我做的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？我到底有没有看清你？也许从回到燕北开始，你就开始怀疑。你怀疑雨姑娘，怀疑巫先生，怀疑我。你怀疑一切在权力上对你有威胁的人。你已经变成权力的奴隶了。你的仇，你的恨，都只不过是为了你的私心而生。也许我不怪你杀宇文玥，我只怪你的手段太过卑劣。你不该这样践踏我对你的忠心，你不该践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现在如你所愿，我要去找宇文玥了。
我最后一次警告，如果宇文玥死在燕北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大人保重。
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星儿，天火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。Thank you.
让你和我一起。